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上次我们讲到殷小姐抱着孩子无计可施，此时刘红又回来了，看到是个男孩，一定要将孩子淹死。小姐说，今日天色已晚，容待明日抛去江中。幸喜第二天早晨，刘红忽然有紧急公事远出，小姐暗想，这个孩子若带贼人回来，性命休矣，不如及早抛弃江中，听其生死。如果皇天眷怜，有人救得，他日还能相逢。但是又恐怕日后难以认识，就咬破手指，写下血书一纸，将父母姓名、跟脚缘由各细开载，又咬下孩子左脚上的一个小指，以作为记号，取贴身汗衫一件，将孩子包起来，抱出了家门，到了江边。小姐大哭一场，正欲抛弃，忽见飘来一片木板，小姐即朝天拜倒，将孩子安在板上，用带子绑住，血书系在胸前，推放江中。孩子在木板上顺水流去，一直流到金山寺脚下停住。那金山寺长老叫做法明和尚，修真悟道，已得无生妙诀。正当打坐参禅，忽闻得小儿啼哭之声，一时心动，即到江边观看。只见崖边一片木板上睡着一个婴儿，长老慌忙救起，见了怀中血书，方知来历，取个乳名叫做江流，托人抚养。写书紧紧收藏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江流年长18岁，长老就叫他削发修行，取法名为玄奘，摩顶受戒，艰辛修道。一日暮春天气，众人同在松阴之下讲经参禅，谈说奥妙。那酒肉和尚恰被玄奘难倒，和尚大怒骂道，你这野畜，姓名也不知，还在此捣什么鬼？玄奘被他骂出这般言语，入寺跪告师父，眼泪双流道，人生于天地之间，秉阴阳而滋五行，尽由父母生养，岂有为人在世而没有父母的呢？再三哀告，求问父母姓名。长老道，你真个要寻父母，可随我到方丈里来。玄奘就跟到方丈，长老取下一个小匣，打开来取出血书一纸，汗衫一件，赋予玄奘。玄奘将血书拆开读之，才晓得父母姓名和冤仇事迹。玄奘读罢，不觉哭倒在地道，如果不能报父母之仇，何以为人？18年来不时生身父母，至今日方知有母亲，此身若非师父捞救抚养，安有今日？容弟子去寻见母亲，然后头顶香盆重见殿宇，报答师父之深恩。你要去寻母，可带这血书与汗衫前去，只做化缘，去往江州司衙，才得你母亲相见。玄奘听从师父言语，就做化缘的和尚，到了江州。正赶上刘红有事外出，也是天叫他母子相会。玄奘就直到司衙门口抄化。那殷小姐原来夜间得了一梦，梦见月缺在圆，暗想到，我婆婆不知音信，我丈夫被这贼谋杀，我的儿子抛在江中，如果有人收养，算来有18岁了，也许今日天教相会，亦未可知。正深阴间，忽听司衙前有人念经，连叫抄话，
小姐出来问道：“你是何处来的？”贫僧乃是金山寺法明长老的徒弟。小姐让他进衙来，将斋饭与玄奘吃，仔细看他举止言谈，好似与丈夫一般。小姐将从婢打发出去，问道：“你这小师傅还是自幼出家的呢，还是中年出家的？姓甚名谁？可有父母？”玄奘答道：“我也不是自幼出家，我也不是中年出家。我说起来，冤有天来大，仇有海样深。我父被人谋死，我母亲被贼人占了。我师父法明长老叫我在江州衙内寻取母亲。你母亲姓什么？”“我母姓殷，名唤温娇。我父姓陈，名光蕊。我小名叫做江流，法名取为玄奘。”“温娇就是我，但你今有何凭据？”玄奘听说是他母亲，双膝跪下，哀哀大哭：“我娘若不信，见有血书汗衫为证。”温娇取过一看，果然是真，母子相抱而哭，就叫我儿快去。玄奘道：“十八年不识生身父母，今朝才见母亲，叫孩儿如何割舍？”“我儿，你火速抽身前去，刘贼若回，他必害你性命。我明日假装一病，只说先年曾许舍百双僧鞋，来你寺中还愿。那时节，我有话与你说。”玄奘一言拜别。却说小姐自见儿子之后，心内一忧一喜，忽一日推病，茶饭不吃，卧于床上。刘宏归衙问其缘故，小姐道：“我幼时曾许下一愿，许舍僧鞋一百双。昨天梦见个和尚手执利刃要锁僧鞋，便觉身子不快。”“这些小事儿何不早说？”刘宏随即升堂，吩咐王左牙、李右牙，江州城内百姓每家要办僧鞋一双，限五日内完纳。百姓都依照要求做了僧鞋。小姐对刘宏道：“僧鞋做完，这里有什么寺院好去还愿？”“这江州有个金山寺、焦山寺，你要去哪个寺？”“久闻金山寺好个寺院，我就往金山寺去。”刘宏即唤王李二牙办下船只，小姐带了新妇人同上了船，来到金山寺。却说玄奘回寺，见法明长老，把前相说了一遍，长老甚喜。次日，只见一个丫鬟先到，说夫人来寺还愿，众僧都出寺迎接。小姐竟进寺门参了菩萨，大赦灾忏，唤丫鬟将僧鞋托于盘内，来到法堂。小姐复拈馨香礼拜，就叫法明长老分给众僧。玄奘见众僧散了，法堂上更无一人，他却近前跪下。小姐叫他脱了鞋袜看时，那左脚上果然少了一个小指头。当时两个又抱住而哭，拜谢长老养育之恩。法明道：“今母子相会，恐奸贼知道，可速速抽身回去，免得其祸。”小姐对江流儿说：“我儿，我给你一只香环，你到洪州西北地方，约有1500里之城，那里有个万花店。当时留下婆婆张氏在那里，是你父亲生身之母。我再写一封书信与你，进到唐王皇城之内，金殿左边，殷开山丞相家，是你母生身之父母。你将我的书信递与外公，叫外公奏上唐王，统领人马，擒杀此贼，与父报仇。那时才救得老娘的身子出来。我今不敢久停，诚恐贼汉怪我归迟。”
便出寺登舟而去。玄奘哭回寺中，告过师父，及时拜别，去往洪州。来到万花店，问那店主刘小二道：“昔日江州陈客官有一母亲住在你店中，如今好吗？”刘小二说：“他原在我店中，后来昏了眼，三四年也没有店租还我，如今在南门头一个破瓦房里，每日上街要饭度日。那客官一去许久，到如今杳无信息，不知为何。”玄奘听罢，急忙来到南门头破瓦房，寻着婆婆。婆婆道：“你声音好似我儿陈光蕊。”玄奘说：“我不是陈光蕊，我是陈光蕊的儿子，温娇小姐是我的娘。”“你爹娘怎么不来？”“我爹爹被强盗打死了，我娘被强盗霸占为妻。”“你怎么晓得来寻我？”“是我娘让我来寻婆婆，我娘有书信在此，还有香环一只。”那婆婆接了书信和香环，放声痛哭道：“我儿为功名到此，我只道他背义忘恩，哪知他被人谋死，窃喜得皇天怜念，不觉我儿之后，今日还有孙子来寻我。”玄奘问：“婆婆的眼睛如何都昏了？”“我因思量你父亲，终日悬望不见他来，因此哭得两眼都昏了。”玄奘便跪倒向天祷告道：“念玄奘18岁，父母之仇不能报复，今日领母命来寻婆婆，天若怜见弟子诚意，保我婆婆双眼复明。”住罢，就将舌尖与婆婆舔眼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双眼舔开，恢复如初。婆婆见了小和尚道：“你果是我的孙子，恰合我儿子光蕊形容无二。”